台湾单日新增确诊共549例，死亡增加12人。陈时中呼吁防疫不能放松。蔡英文总统表示，病毒才是敌人，政治操作对防疫没有帮助。印度发现变种病毒传染力比其他变种高出六成，日本也首度出现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的再变异。台积电举行线上技术论坛，10奈米以下先进制程，台积电晶圆代工市占率稳坐第一大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版间8点新闻。